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十分明确，始终坚持半岛无核化，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，坚持通过对话政治解决问题。半岛问题作为冷战残余延宕至今，本质上是政治安全问题，核心在于和平机制缺失。美国等国家长期把朝鲜视作安全威胁，执迷于制裁施压，使朝鲜面临巨大安全威胁和生存压力。朝方合理安全关切始终未得到解决，特别是今年以来，美国等国家在半岛开展史无前例、规模空前的联合军演，进行极具针对性和挑衅性的演习科目，发表强化延伸威慑的华盛顿宣言，在军事施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这种做法只会激化矛盾，加剧紧张。现实已经做出了回答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半岛问题所走过的历程清楚表明，对话谈判是缓和半岛紧张局势、推动政治解决的唯一正确有效途径。只要美朝恢复对话谈判，彼此相向而行，半岛局势就能保持稳定，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就有希望。美方预期指责别国阻挠安理会采取行动，不如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，采取有意义的行动，回应朝方合理关切，用行动将无条件对话的表态落到实处。